可以点燃萤火吗？ Fire Danger Period 期间不得点燃萤火，除非确保没刮风，而且火种在结构稳固的火炉中点燃，附近没有任何能够燃烧的物品。离开现场之前，炉内火种必须完全熄灭，而且在 Total Fire Ban Days 期间严禁点燃萤火。露营生火便需知道相关法律，敬请参阅 cfa.vic.gov.au/languages。